奶，你家真棒，有漂亮的衣柜，漂亮的床，漂亮的梳妆台。梳妆台我都没有梳妆台，嘿嘿嘿，好羡慕你，嘿嘿，我都没有梳妆台。是啊，又怎么安慰小凯莉好呢？哎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也不可能给他买一个房子啊。房子？哦，等等。哦，你说买房？房子？我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，你快跟我来，快！哎呀，怎么不说清楚了再走啊？真是的。江江。哦，凯莉，嗯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橡皮泥啊。艾莉，嗯，你看呢？嗯。喵喵喵。凯莉，你干嘛？这是橡皮泥啊。艾莉，哦，不要吓到。这个不是一般的橡皮泥，嗯，这个是用大米作为原料而制作而成的泥团，可以吃的，无害的。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吃的橡皮泥就是这个米泥团。真的？这个真的可以吃吗？嗯，你尝尝看。天哪，好吃吧？哦，真的很好吃呢。哇，但是，嗯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颜色呢？是利用天然的原料制作而成的。嗯，白色是用大米粉制作。嗯。黑色用鱿鱼的墨汁，哦，草莓，还有青米粉末，最后一个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黄色这个由我来猜。哦，是什么？黄色它就是甜南瓜，对吧？没错。哇，很聪明，用这些材料制作出了天然的颜色。我去年在露西身上学到，将几种颜色混合在一起，可以创造出其他颜色。真的？嗯。怎么做呢？嗯，你看看，将这个红色。真的会发生变化？加上白色。混合在一起会变粉色吗？真的会变粉色吗？试一试看看。哦，凯莉，渐渐发生变化了呢。红色更浅一些，浅粉色，浅粉色，变成了粉色。还有黄色，哦，和蓝色混合在一起。嗯，咻咻咻咻，一二三，锵锵，绿色。哇，是绿色，真的呢，是吧？非常神奇吧？哇，黄色和蓝色真的能混出绿色？对啊，我们可以混出各种颜色。但是凯莉，这个我们今天用这个做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今天要用这个给小凯莉制作一个小凯莉的房子啊。但是用这个能做出来吗？当然，我们能用五颜六色软糯的米泥团制作出房子，还能做出小凯莉想要的梳妆台。哦，真的？嗯。怎么做？我有所准备。我准备了小凯莉房子的框架。哇哦，一层是厨房，二层呢，当做寝室吧。哇，真棒。那么凯莉，我们先从一层开始制作吧。好的，我们先用小凯莉喜欢的粉色，嗯，来做地板和墙面吧。哇，好啊。我们用这个白色和红色混成粉红色。啊，那我来帮你。哦，艾莉，等等，你洗手了吗？凯莉，嗯，我是艾莉啊，当然洗手啦。那么粉红色就拜托你了，艾莉。好，那么我来制作别的颜色。好的。哇，凯莉，你快看，已经变成了粉红色了。哇，真的好好看。而且，也许是因为它是用大米制作而成的，真的好香啊，这个味道，真的。没错，味道好香，肚子饿了。坐着厨房的同时，突然想起了昨天吃的炒年糕。哦，等等，艾莉，我昨天吃的炒年糕也是大米制作的米年糕啊。没错呢，真的，大米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生活的食粮，还可以像这样给小凯莉制作礼物的小房子呢。啊，大米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用途呢。哦，好帅气啊！好喜欢大米，真的好好吃呢，是吧？是吧？啊，我喜欢大米。艾莉，你看，我现在要把红色和黄色混在一起，一会儿你瞧瞧它会变成什么颜色。哦，好的好的，你试试。小江，艾莉，你看看，变成了橘黄色。哇，这个真的变成了橘黄色呢，真的很神奇吧？哇，真的好好看，就变成了这样。哇，不错不错。话说回来，凯莉啊，我们要怎么粘上去呢？啊，对了，墙面都做好了吗？嗯。哦，不错呢。错吧？那么来贴墙纸。哦，那么艾莉呢，来贴第一层墙纸，先把这个移开。我呢，要做冰箱。啊，真的？
真的好辛苦呢。艾丽非常认真的制作了，来给你们看看。呀，嘿，哒哒，艾丽真的做得好吧，真的很棒吧？你看看。那么，在艾丽装饰寝室之前，凯莉做好了厨房用品。好，那我来看看厨房里面有什么必须的家具吧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冰箱。冰箱，走走走。哇，太可爱了！桌子，天哪，小桌子好像小蘑菇的。是的，桌子旁边还有。哇，凯莉好有想法。这个是厨房水池，讲究。呀，这个做的真的是太棒了。是吧，朋友们怎么样？那么我们现在来摆放家具吧。很满意，很满意。那么现在厨房我们已经都做好了，开始制作寝室吧。天哪，真的好满足，这个竟然是我们制作的。凯莉，你制作的，你来介绍一下。我们在睡觉起来的时候，起床之后，可以在这里化妆，然后踩在这个地毯上，开开心心的打开衣柜。是的，换一换衣服，没错呢。走到一层厨房会怎么样呢，艾莉？哇，那肯定要做好吃的食物啊。快看看这里，可以在这个漂亮的水池上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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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制作美味的食物，然后呢摆在这个桌子上。有时候小艾丽坐在这里，有时候小凯文坐在这里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食物呢。没错，还有美味的食材从何而来呀？你好。等等，从何而来呢？从这里来。冰箱，打开冰箱取出食材，然后制作美味的食物，开开心心的吃就可以了。很满意，很满意。艾丽，艾丽，那么我们快点拿去给小凯莉看看吧。好啊，好啊，走啊，拿着这个走，小心小心。哦，小凯莉为什么心情不好呢？小凯莉，你往前看看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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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噔噔，这是什么？问得好，你刚刚不是羡慕小美美的房子和梳妆台吗？嗯，所以呢，我们给你做了个小房子。我们用米泥团做的，所以除了房子框架，其他都能吃。没错，你等等啊，椅子，你要尝尝看吗？嗯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凯莉和艾莉这么辛苦做的房子，我怎么能吃呢？哦，小凯莉，如果你不吃的话，要放在通风的地方保管哦，知道了吧？如果放在不怎么通风的地方，有可能长霉菌呢。我一定会好好保管，好好玩耍的。好的，啊。那么我们来玩人偶游戏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快开始吧。对对对，开始开始，我要坐在这里，玩吧玩吧玩吧。就这样，小美呀，我现在也有家了，而且这个能吃的。没错，朋友们，大米泥团没有添加防腐剂。还有，虽然它可以吃，但是做好的成品之后呢，经过一段时间，考虑到卫生问题，最好不要食用。那么再见。